高雄市民民众在雨夜大，老先生站都站不稳，手里紧抱着随身包包，远景尚且残服。莫兰蒂奇台高雄吹十三级强阵风，机车骑士根本没有办法前进，逼得只能躲骑楼。 机车被风吹得摇摇晃晃，骑士根本不敢骑车，只能勉强躲在机车后头，雨衣都快被风吹破，全身湿哒哒。警方顶着强风将机车骑士一一带上警车，送回派出所避难。 外头风强雨骤，机车骑士进了警局，就像躲进避难所，赶紧脱下雨衣、安全帽，打电话报平安。风大到不止吹到让人站不稳，近3公尺的银行招牌也被吹飞，差点砸中旁边的轿车。 为了避免再次砸伤路人，十几名员警冒着风雨，合力将招牌搬到路边。莫兰蒂袭台这一天，不仅吓坏了高雄市民，也让人民保姆疲于奔命。记者陈胜义、赖碧香、陈丽婷高雄报道。